我真的不太确定，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都学过这篇古文嘛，那时候就特别向往，哎呀，是哪儿有一个这样的地方？后来长大以后知道，哦，好多地方都说是桃花源，桃花源都会叫这个地方，所以也不太确定。全国有很多桃花源嘛，但是我的家乡常德桃花源是最正宗的桃花源。每年三月啊，就是桃花源的这个桃花是最茂盛的，有100多个品种，是特别美的。漂亮，常德确实很漂亮。哇哦！对，这是我们的万亩桃林，就是有100多种这个桃花。这是春天的时候，对吗？对，每年三月的时候特别美。啊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。对对对，特别美。哇，满树的桃花都开成这样了，好漂亮啊！所以看到这样的画面，我们更觉得好像它是我们心中的圣土啊。这是应该不应该存在的一个地方，但它就是你的家乡。确实，就是我世代生活的家乡。你是土生土长的常德人？对，我是世代生活在核心景区，我是景区的原住民，就是整天就生活在这个人间仙境里边。也希望我们的评委老师啊，方哥有时候有机会啊，要去看一看，去我们桃花源去体验一体验。